知道我们的情人节怎么过吗？我采访一下他们。老狼，嗯，情人节怎么过？老夫老妻了，有个仪式就完了。什么仪式？师爷啊，情人节怎么过？我跟你奶奶过。情人节怎么过？你不在家，我们想怎么过怎么过。九成，情人节怎么过？我跟冯哥去你家过。揍你啊！东哥，情人节怎么过？我跟谢爷跟他的媳妇儿，我们仨一块儿过。龙哥，情人节怎么过？保护你奶奶。情人节怎么过？一个相声演员为什么要过情人节呢？我就是今天演出，演出回酒店看今天的视频，哪部队的继续改，然后呢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下回演的时候改进自己。说实话，我能把你这段删了吗？回家自己过，能怎么过呀？情人节你们怎么过？抖音。